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大家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84页，从最后的三句看起，最后一行，又天壤之见。天壤意思就是天下，也就是讲我们的世界，天下之间，见闻者少。见是看到修行的人，闻是听到说法的声音。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讲经的人少了，真正修行人也少，所以很难看到一个真正修行人，也很难听到讲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人过得这么苦，灾难的这么多，浊恶从什么地方来的？无浊恶世从哪里来的？这都是说的原因。性惑见闻，能够见到修行人，能够听到经法，是非常幸运，是很稀有的，我们有幸见到听到了，可是真正亲近不屈者少，看清楚了，听明白了，真正发心学习这个人很少，一层一层的淘汰，所以到最后真的变成稀有难逢。又佛事圣人众多，如真如瑞，不能遍满国土，如众心未成。这是说释迦牟尼佛当年才是，有很多菩萨阿罗汉都出现了在世间，但是比起世界人口来说呢，他还是少数，所以还是非常珍贵，如真如瑞，不能遍满国土。
啊，佛当年出世在世间，讲经说法听众1000多人，这是长随众，临时来参与法会的，那个时候法会是讲经，啊，不是像现在这个超度，那时候没有超度这些花费。比起地球上的居民还是少数，少得太多了，啊，像众星，像微尘。又居随同，而所办所作则迥然不同，啊，这个世间众生跟圣贤同住在一个地球上，所作不一样。释迦牟尼佛住世带领着1255位比丘，啊，为世间人来表法，确实跟这个僧团遇到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遇到。经上告诉我们，当年在舍卫大城，啊，舍卫是个大都市。有几万人口，啊，古时候人少，不像现在这么拥挤。经上告诉我们，舍卫大臣认识释迦牟尼佛的、见过面的，只有1/3，另外1/3听过名字没见过面，还有1/3完全不知道。居住在一个城市，啊，何况其他城市，啊，所以所作所办不一样啊。按要解义，欧耶大师所说的，此土凡圣之同居，逊于极乐者有四，这些是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也是凡圣同居土，跟极乐世界相比差别很大，啊，略说呢有4种。第一种，湛同，不是长期在一起，此土小乘初二三苦证阿罗汉呢，他就灭度了，他就不住世了，你就遇不到了，啊，初二三苦住在世间修行，从前多，啊，现在没有了，正法时候有，相法时候少了，末法时候没有了，啊，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大权菩萨度生极尽，便不复世间。佛法在兴旺的时候，中国隋唐那个时代，啊，魏晋隋唐到隋唐，佛法鼎盛，讲经说法的人多，修行的人多，啊，到相法衰了，末法时候逐渐逐渐减少了，现在好像都看不上了，看不到了。那么这些菩萨罗汉呢，他不再来了，
为什么呢？这个众生呢，没有跟他相应的。佛法如是，世法也如是。啊，我们这个年龄88岁了，80年前7、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上确实还有不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还有讲学的，啊，跟再往前推20年比，人数少了，还有。那我们能够祭祀这80年当中要用10年来相比，啊，一个十年不如上面的10年，这是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啊，我们这一代跟老师那一代就不能比，啊，有人说我这一生呢超过李老师，那是什么呢？缘分不一样，啊，老师没有出过国，在国际上没有影响，我们有这个缘分，除这一点之外，无论在德学啊道德学问上跟老师比相差很远呢，啊，老师能打100分呢，我们跟他比顶多不过30分而已，啊，你说差距多大？那么我们以后往后真叫一代不如一代，原因是什么呢？啊，大家细心冷静观察，你不难发现，孝心、敬心、孝顺父母的心不如啊！社会影响太大了啊！沉浸心没有了啊，亲近心没有了，恭敬心没有了。纵然有好的老师不教啊，为什么不教呢？没有学生肯学，有学生没有认真学的啊，都是来敷衍的啊，真正老师不教啊。这个最明显的让我看见的，这方东美先生，他在学校不是不认真教，认真教没有用啊。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一再教导我们，一分沉浸得一分受用，10分沉浸得10分受用。你能够学多少不在老师，啊，在你自己对老师对所学的这个课程有几分真诚恭敬，关键在这个地方。有真诚恭敬，老师差一点你也能够得到利益。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超过学生有，历代都有，啊，为什么呢？他有真诚恭敬心啊，老师差一点也能成就。现在这种真诚恭敬心到哪里去找？我早年在国外弘法很辛苦，一个人呢，没有同参道友啊，孤家寡人一个，时间很长啊，几十年了。啊，我每一次每一年都要回台湾去个1-2次，
每一次回到台湾都去看李老师，我都向李老师请求，啊，希望老师多培养几个同学。啊，我们在外面有这些师兄弟互相支援，弘法利生顺利。啊，我说了很多次，最后老师听烦了。老师给我说，你去给我找学生，我来教。从此以后，我不再提了，我找不到啊。不要像古人，像我这样的，啊，真诚恭敬心，只有30分，我就找不到了。啊，我在朋友当中找到一个徐新民，把他送到老师那里去，很不错，他很有成就。啊，他在台中成家立业了，这对弘法利生就有相当大的障碍。啊，他没有我这么自由啊，想到哪里去到哪去，没障碍啊，他有家累啊。啊，但是在过去上有相当的成就啊，这也很难得啊。那么像徐新民这样的朋友再找不到了，真难啊。啊，所以我们看到欧耶大师这个地方讲的几句话，啊，大权菩萨度生这个根性没有了，根基没有了，他就不再实现了。过于此土凡夫之时，暂时同居，而不是永久。叫非究竟也啊。那么我们再回头看极乐世界，在彼尽居啊，尽同居土，它是净土，我们是秽土。阔于诸大菩萨聚会一处，直至成佛，一直到成佛。在极乐世界，文殊普贤、观音实质，这一些大菩萨们天天在一起，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后补佛太多了。无法计数啊！可见的那个地方啊，心深，我们要想成就，不取极乐到哪去？这些大菩萨跟他们在一起，对我们的利益太大了。佛给我们讲经，有不懂的地方，有疑难的地方，可以向菩萨请教。啊，所以在极乐世界进步非常快速。啊，这是不能不去的。那么第二个，这是第一桩。第一个的第一桩不同。啊，第二呢，难遇。虽有圣者现居此土，
但不易见闻清净。五台文殊菩萨道场，九华地藏菩萨道场，峨眉普贤的道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大迦摄尊者的道场在基督山，我们去参访的时候，当地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真在这里，有时候会遇到上山的人会遇到，但是不是常常遇到啊，偶尔遇到。遇到不容易亲近，他顶多跟你说两句话，一转身就不见了。所以很不容易亲近。而在极乐，则如斯如有，朝夕同居。在极乐世界不一样了，跟这一些大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他就像我们的老师，就像同学。要在极乐世界，导师是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到极乐世界去讲经教学，通通是以菩萨身份，等于说到那边是教授的身份，不能做校长，校长只能一个，别的学校校长到这个学校来上课是教授，是如斯如有啊，极乐世界的佛多啊，菩萨多啊，都过了学生，所以从早到晚都在一起。第三呢，稀少圣者如真如瑞，稀有难逢，这是说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很难遇到，真的是稀有难逢。我这一生还算遇到三个，真不容易。稀有的因缘呢，不是都能遇到。遇到没有真诚清净恭敬，得不到法益。还得要有长时间，时间短了不行。要常常见面，常常请教，常常为我解大疑难，这才真正能受益。那么极乐世界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一句，让我们感到真正不可思议。这是菩萨位到顶头了，一生不处。
文殊普贤，观音实质，弥勒菩萨都是一生不出。而且这些大菩萨若说他的本，早就成佛了。说他现在示现的身份是等觉菩萨，是后不佛。这些人常常在身边，常常得他们的加持，得他们的提携，所以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快啊！快速的程度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四呢，所作不同。在此土，圣者心有圣欲，而众生轮回六道，生成无定。这一比差别就太大了。小圣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他们不断向上提升，离开我们，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超越六道轮回，证得阿罗汉，证得四圣法界，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到这去了，跟我们同居暂时的，他一提升就走了。那么众生还在六道各轮回。永远没有出力的机会。所以凡圣虽然同居此土，而且所作与成就则迥然不同。那么在极乐世界，则同尽无明，同等妙觉，跟这些大菩萨可以同时断尽无明烦恼，同时证得妙觉果位，证到妙觉就回归常寂光了，不住在十报土了。十报土里面居住的是41位法身大士，原教从初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41个位次住十报土。妙觉呢，住长寂光净土，跟这些等觉菩萨一生不处菩萨同时并进
等妙趣吧。故知同居净土之同居，胜于此间无量亿倍也，胜过我们不是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无量亿倍也，我们无法想象。实在讲呢，他们太殊胜啊。下面是又此土之凡，我们这个天凡同居土凡夫，包括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除这三恶道之外，还包括修罗罗刹啊。而彼土同居呢，则尚无恶道之名，何况又是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没有罗刹，没有阿修罗。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又何况那边的人天？他们所受的法性身，所居的法性土，无异于法身菩萨。那么得往生者，不服更入三恶道，永离我取啊！真正能往生啊，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究竟就是圆满，生到极乐世界，受的是究竟圆满之乐，永远离苦。不是此间众生，生死海中头出头没，辗转卧道苦取时常。啊，这几句话我们要熟记，太重要了。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生如果不能往生，再搞六道轮回，决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我们要想一想，这世界还能住吗？真正明了这一次的机会，一定要掌握住啊，千万不要错过啊。更有进展，再进一步说，如要解云啊，欧耶大师的话，当知无人，大师因缘，大师就是生死大师，同居一关呢，最难透透啊！啊，为什么？同居土的凡夫必须断尽见思而后，方得漏尽通，实界生死流，出同居而生方便有余土。这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走这条路。见思烦恼能断干净吗？真正断干净的才得漏尽通，证阿罗汉果啊。这个漏就是见思烦恼，
他断尽了，他没有障碍了。啊，他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到哪里去了？往生十法界声闻法界。他到哪里去了？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啊，四民属处，其事甚难，是真难，不是假难。啊，换一句话说，太难了。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么经往生法门它妙了，妙在哪里呢？舍同居秽土，而生同居净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生极乐，极端生死，故名恒处三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断生死，六道生死轮回永远没有了。前面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往上提升叫宿处，这个的净宗不经过这个等级，啊，不需要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要经历二十八层天，啊，没有这个必要，从人间就出去了，所以叫恒处啊，不是宿处啊。啊，恒处三界。那么往生的人不待断此见思而活，见思烦恼断难，这个法门待业往生。待什么？待见思烦恼，但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遍蒙佛愿名家，觉得往生净土，其事甚易，容易到极处了，所以叫易心道。啊，我们真的要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要抓牢，不能放松。啊，决定在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经上讲的，但能发菩提心，这想想这不容易啊，菩提心发不起来啊。我常讲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难，真不容易啊！那我们听偶益大师的说法了就行了，用偶益大师所说的，我们人人都能做得到。偶益大师怎么讲啊？第一个信，第二个愿，第三个持名。你看，信、愿、持名四个字。我真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真相信有阿弥陀佛。啊，这就是发菩提。印光大师为偶业大师做证明。印光大师在要解里看到这四个字，
佩服到五体投地，他讲的太好了，这人人都可以成佛了，这真普度众生了。过去祖古来祖师大德从来没有讲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让人家一听就明白，了不起。弥陀要解里说的啊，信愿持名就能往生，真正是万修万人去。啊，万修万人去，善导大师讲。啊，善导大师有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向日本的法师们请教，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他们都知道啊，他说我日本有这个说法，天台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佛菩萨再来啊，我们要知道那么这是身份暴露了，还有许多祖师大德佛菩萨再来身份没有暴露的，我们不知道啊，甚至于在眼前，无论在家出家里头也有佛菩萨再来，要不然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啊。下莲居没关系，欧阳靖武、杨仁山这都不是平常人啊。啊，黄念祖。硬化这世界就苦就难。啊，以出家在家不同的身份来做同样的工作，护持正法，弘扬正法，令正法久住不衰。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对佛法的复兴就充满了希望啊，世道是在衰退啊，一个生年不如一个生年，这个迹象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如何复兴？有佛菩萨再来，所以可以复兴啊。只要我们人心向善，就能感得佛菩萨再来。我们诚心诚意的祈求，这个能量非常之大。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幸运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
便蒙佛愿名家，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啊，觉得往生净土，语气非常肯定，没有丝毫怀疑。啊，你决定得到往生极乐世界，其事甚易呀，很容易，不难呐。前面给我们说的，男女老少，贤愚不小，人人有份。啊，只要具备4个字的条件：信、愿、持名。啊，故名以行道，跟其他法门比，这容易。如是方便之解，殊胜稀有，乃十方世界之所无。啊，确实，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这个事情，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我们在这一生中一定要把极乐世界抓稳。国内有个同学给我发了个信息，不长，啊，短短的。他说最近国内出现许多个人发明的念佛方法，很多居士啊一窝蜂的跟着跑了。啊，第一个呢，他说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出现在东北、河北地区。啊，另外有3字念佛法出现在贵州。自称呢3个月就可以功夫成片，在念佛时加上呼吸观想，都是自己的知见。啊，他来问我，这种现象是因缘为何？啊，我们如何看待这桩事情？我在此地答复大家，我们要依欧耶大师，我们要依无量寿经汇集本。啊，我现在专依这部经，这部经上没有的我不相信，我也不说话，没有说话的必要。啊，我要说话，我还承认他是真的，跟他辩论。我不说话，不理他没事。啊，我修我的，他修他的。啊，将来到极乐世界，看看有没有他的。极乐世界的席位也，啊，阿弥陀佛讲堂上贴的有名字，啊，往生极乐世界莲花上也有名字，不会错的。世尊灭度之前告诉我们四依法，啊，佛在什么依佛呢？佛不在是依靠谁呢？佛教我们4句话，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要依靠经典，人呢，就是这些人自己创造的方法，啊，这个不能依，我们要依经典上有的，啊，经典呢，还要依是不是真的经典，伪造的经典不能依。
标准是什么？大藏经。大藏经上有的可靠，大藏经上没有的不可靠。啊，那么汇集本，汇集本是根据大藏经上汇集的，字字句句没有离开原本。啊，那这就可以相信。啊，就是佛所说的。啊，没有一句话是人加进去的。啊，甚至于没有一个字是人把它改动了，没有，字字句句经典原文啊，重新编排作制啊，成为汇集本啊，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带给现代学者许多方便。否则你要读五种原译本很麻烦，数量太大。现在读这一本五种原译本里头有的经文全都在这里，没有漏掉。故知极乐同居甚于十方佛土，超过我们这里，极乐世界超过这娑婆，也超过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又待业往生，任殊凡夫，但无退转，一生成佛，故往生同居，亦皆云生四土。幕后这一句说得好啊，我们是待业往生的，待业往生就是凡夫啊，成圣要断惑，小乘出果就算是圣人啊，见思烦恼，见烦恼断见了，才能真的出国。我们一生做不到啊，我们只能到极乐世界去断惑，那个地方断惑快啊，往上提升很容易啊，为什么呢？那个地方没有恶缘，啊，就像中国古代同盟养正啊，母亲教育婴儿，婴儿才生下来啊，从才生下来一直到三岁，这一千天妈妈要把孩子看好啊，所有一切与伦理道德相违背的啊，我们今天讲一切负面的不是正面的，一切负面的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他能够看到听到接触的通通是正面的，这个一千天的熏陶管用啊！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三岁看八十，这三岁的熏陶啊，到他老八十岁都不会改变，这力量太大了。所以扎根教育是从小孩一出生三岁之前，不是三岁之后，三岁之后已经学坏了，你教不了了啊。那么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就好像慈母
把往生的人呢都看得紧紧的。啊，他看到的、听到的、啊、尝到的、闻到的、接触到的，通通是正法。啊，不可能在那里产生邪思邪念，不可能。啊，念头都不可能，就负面念头都没有，哪有负面的行为？这个地方是培养教化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师的好老师啊，极乐世界在培养这个老师 啊，这个老师毕业就是佛陀，每个人都拿到佛陀的学位。佛门里面佛陀菩萨罗汉是三个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拿到佛陀的学位啊，拿到阿罗汉，拿到菩萨，不能离开极乐世界。啊，那么在极乐世界虽然是罗汉菩萨的身份，如果你慈悲心重，想到娑婆世界在住了很久，很多家亲眷属，想去帮帮他的忙，行不行？行，帮完了回到极乐世界去。啊，不能常住在这个世界，道理在此地。常住在这个世界，没有正道三不退呀，会被染污，会退转。啊，所以暂时来用一句话可以，事情完了，赶紧回到极乐世界。啊，所以往生一定是一生成佛，故往生同居，也就是云生四土，啊，生到极乐世界，四土通通有份。那么四土三辟九品，正好像学校读书，级别不同。啊，它不断的上升，它不会有后退，啊，永远没退转。上升有快慢不同，啊，有勇猛精进的，它上升快。啊，有喜欢安乐的。那不是那么很用功的，他也上升，上升速度慢一点。极乐世界，他在想落嘛，啊，所以他慢一点而已。但是看到许多人精进，我相信啊，他也受感染了，他也会非常精进。啊，凡圣同居土。我们再看方便有余土，啊，我们还是看念老的圆珠，啊，186页倒数第四行，啊，解第二，方便有余土，若人
念佛功深，这讲功夫了。你看欧益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有信有愿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功夫的前身。现在讲功夫了，生凡圣同居土的功夫前。只是把烦恼扶住了，没断。念到功夫成变，就扶住了。啊，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要提高境界。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只生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念头起来。阿弥陀佛，念四字念六字没关系。有人问过我，到底是念四字念都可以啊。莲池大师当年在世，有人问他老人家，你老人家教人念佛怎么教法，他说我教人念佛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人家你自己呢？我自己念四个字。为什么？我决定要往生，决定往生呢，就不要客气了。啊，经典上讲的，智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阿弥陀佛，啊，就听话了。南无等于是客气话，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恭敬的意思，这不必加了。啊，那最劝人为什么加呢？因为他未必求往生，不求往生加这两个字好，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归命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结缘，不一定这一生能去。假如真正发现这一生要去，就学莲池大师，四个字不念六个字，越简单越好啊，大道至简呐。啊，就这四个字就能出离六道轮回，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表法。啊，这还能错得了吗？第八代的祖师，啊，净土宗。欧益是他的学生，是第九代的祖师。啊，欧益大师。是莲池的私塾弟子啊，他修净土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怎么办呢？莲池大师有留下来的素钞啊，他也是一门深入啊，以莲池大师的素钞，他自己也写了一部要解，那是苏超的精华篇，太难得了。苏超的内容非常丰富，要解的内容非常精彩啊！所以印光大师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写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啊，你看像心愿就是发菩提心，没人说过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没这个说法，我们都疑惑，很多人是念佛了没发菩提心，那不能往生的啊。但是也有看到很多瑞相啊，就有疑惑，他这一解释我们疑惑没有了，原来真心真愿就是发菩提，解得多好啊！啊，有真心，有愿，有真愿，然后一向转念，
净宗的行门圆满具足啊。啊，没有一个不往生。啊，我们自己好好修学这个法门，我们也劝人修这个法门。啊，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有经典、祖师大德给我们做依据，给我们做证明。啊，这是念佛功身。下面是一立杂乱之心，这个立很重要。专念呢，一句名号，心口相应，心里头想着佛，口里头念佛的名字，或者心里面也想阿弥陀佛四个字也很好。啊，心里想着字，口里念着这个字，念着佛，心口相应，字字分明。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如是念佛了，叫四一心。啊，四一心。把见思烦恼念掉了。啊，怎么知道念掉了？你看这里写的，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心上真正有佛。没有妄想，没有残念。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都是六根，是把见色闻声六尘境界不放在心上，不是叫你不看不听，你能看你能听，凡夫呢把看到听到都放在心上，这就错了，被染污了。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放在心上，没有染污。那心上呢？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四一心。啊，念佛没有间断。啊，工作的时候需要用思维，就把佛号放下，认真去工作，工作完毕之后佛号就提起来。这都叫做无有间断。啊，地仙老和尚教锅炉匠的方法我们非常实用。他教锅炉匠就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不分昼夜，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去，什么时候休息好了马上接着再念，他念三年，欲知是知，
自在往生。没有病痛啊，站着走的。啊，走了之后，这寺庙周边还有些念佛居士。啊，帮他到关中寺去报信，请地贤法师来替他办后事。这一去一来三天，他站三天。啊，站着往生，我们听说过，古来传记里头有记载过，但是往生之后站三天没听说过，大概他是第一个人啊，往生之后还站三天。真难得了啊，郭罗江不认识字，一生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苦不堪言。啊，他是怕苦，出家念佛，也不知道有这么好处。啊，地老教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将来准有好处。啊，这个人老实，他也不问，反正师父说有好处，大概一定有好处吧。啊，不问，啊，就老实念。如果我们学格罗江，心也是定的，啊，绝不听外面人的闲言蜚语。啊，你一听别人的，心就动乱了，那就毁掉了。啊，格罗江老师，三年不出庙门。就像闭关一样，他那个庙是破庙，没人住的，啊，是个小庙，乡村里头的，也只几间房子而已，应该都很破旧，啊，住在那里仅仅可以遮蔽风雨，啊，一个人修行足矣，一句佛号。太方便了，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不分昼夜。说若大此境，达到这个境界，虽不求断惑，没有想到断惑，而见思烦恼自然断落。真的，念佛往生的人，念到这个功夫，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一定是先用光照你，啊，佛放光照你，你被佛光照着，你的功夫就提升一倍。啊，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阿弥陀经》，说一心不乱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梵文原文上没有这个意思，梵文的原文是一心细念，不是一心不乱。啊，有人看到一心不乱，觉得这个太难做到，大概我做不到。啊，一心细念呢，哎，这就比较好一点了。想一想，我可以做到，实际上
做到一心一念，佛来接引说光一照啊，就把你提升到一心不乱。所以鸠摩罗大师没犯错啊。玄奘大师是依照经文，是因上说的。罗什大师是果上讲的。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把你提升一辈也就是随心。玄奘大师翻的本子虽然忠实可靠，可是中国修净土的还是念鸠摩罗什的无量寿阿弥陀经，没有人念玄奘大师的。这一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见思烦恼自然断落，这从此戒之同居秽土，恒生极乐方便有余净土。见思断了，生下品中品见惑断了，思惑掉是断了上品。这是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下面再给我们介绍十宝庄严土。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境界。念老介绍的文字长。我记录的也不少，为什么呢？它东西太精彩了。我们还是看它的原文。187页，倒数第五行。三十宝庄严土。若一佛念佛，历历分明，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不为贪嗔烦恼助念所杂乱，名是一心。这是生方便有余土的。那么这个都是要勘验我们自己的功夫。我们自己在现前就能够估计我到极乐世界大概是什么样的品位。完全看现在的功夫。这上事上即得，理上未成，摄于定门时未有慧故。智慧没开，它是属于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功夫浅深，也是千差万别。我们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念佛三昧的功夫不断向上提升。在什么地方见功夫呢？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见色，闻声。看到外面境界，会不会起心动念？会不会对外面境界生起贪著？会起心动念，没有贪著，这功夫就不错了。
啊，顺境没有贪着，逆境没有怨恨。啊，如果是不好的境界，啊，别人回报你，别人侮辱你，别人陷害你，哎呀，你听到了，你看到了，心里生怨恨，你就被境界转了。你动烦生烦恼了，啊，喜怒哀乐都是烦恼，啊，中国人讲七情五欲，接触境界会生七情五欲就错了，啊，能不生七情五欲，这功夫就有了一点功夫。啊，功夫深厚的人，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如如不动，不为境界所转，不受境界的干扰，这个人有功夫。啊，这就是念佛三昧。啊，得念佛三昧时间久了，不但不生烦恼，生智慧，顺境生智慧，逆境也生智慧。智慧是什么？照料事实真相啊！啊，照料事实真相之后啊，会生起大慈悲心，怜悯那些造罪业的众生。为什么呢？看到他们的果报，你不但不怨恨他，你还会发现怎么样救他，怎么样让他少受一点苦。啊，有人造作重业，他自己不知道啊。啊，造的好像很少，没有什么小事情，但是影响很大。啊，最大的影响无过于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啊，你看看造妖生死，念佛的时候劝人要在佛号上加个什么天元太保，这好像很容易很浅显，可是你把那个人本来念佛是如法，现在变得不如法了，本来可以往生净土的，现在又搞六道轮回了，这个责任谁负？断人法身慧命，比杀他的生命的罪还要重。啊，为什么？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他的人生闻的正法，你把他改变走邪道。这叫迷惑颠倒啊！自己迷了还害别人呢。啊，所以生智慧就能看到前面的果报。啊，如何帮助这个人回头？这是功德事情啊！什么叫老实？什么叫听话？遵循经典上的教诲就是老实，就是听话。自己自作聪明，想一套方法，那是错误的，那是决定不许过。所以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啊，经典五种翻译
不一样。三种会议基本也不一样，看他的经文的意思，意思一样，语言文字不一样，没关系。古大德看到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里面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判断这些本子都是从梵文本传到中国来的。啊，最明显的原文，五个本子里头有两个本子四十八元，有两个本子二十四元，有一个本子三十六元。这就是说明翻译决定不能翻成这样的。啊，这太明显了吧。啊，而且是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经文。所以古大德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至少讲过三遍，啊，这三遍都被记录下来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差别。啊，那么汇集就有必要了。啊，汇集不能加自己的意思，要把四十八愿、二十四愿、三十六愿合起来看。啊，有相同的，不相同。啊，重新相同的三个本子取一个本子。啊，另外两个本子不取它。不相同的那个地方不相同再加上了，要做成一个完整的本子。啊，要知道世尊当年讲经时间不一样，听众不一样，处所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啊，所以他说经的时候就有差别。啊，不是每个话完全相同的，可是意思相同。这就是一意不一语。啊，意思相同就可以。啊，语言不同，翻译文字不同，没关系。最重要的，经的义理。啊，第三个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什么叫了义？能帮助我离开六道轮回，帮助我证果，这是了义。我学这个法门，我能够得到，这叫了义。我没有办法做到，对我就是不了义。所以了义不了义，因人而异。啊，上上根人，华严法华是了义。啊，下下根人一句阿弥陀佛是了义。啊，这就是了义没有一定。啊，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我用这个方法我一定会成就，这对我就是了义。啊，第四个，一智不一识，智是我们今天讲理智，识就是感情。对人、对事、对物、对佛法的选择，都要用理智，不要用感情。啊，感情，他学这个，我也跟他学。他能成就，我不能成就。这就错了。
啊，他学那个法门能成就，我学这个法门能成就，个人都是了义。啊，是依法了。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告诉我们的。啊，还有总的纲领，以谁为师？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要持戒，要不怕苦啊。苦有什么好处呢？出力的心强，不想在这个世界上住，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如果这个天的环境太好了，修得还不错，极乐世界我还没看见，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那就错了。所以世尊在世为我们表法，一生没有道场，过游牧生活，啊，而且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树下只住一晚上，明天呢换一棵树，不要以为这个树很大很阴凉，天天都到这来，你对这里起了贪心了，舍不得离开了。所以戒律规定只住一晚上，第二天一定要找别的地方去。啊，这就像是没有贪念的，真正叫人呢自在随缘，啊，做出最好的典范，啊，依附只有善意。在印度，印度属于热带，善意足够了。晚上善意可以当被子盖，啊，有一个剧叫《尼斯坦》。那个呢就是垫背垫在下面的。这么简单的。啊，印光大师是现代人。知道现代人的体力比不上从前人。啊，佛陀在世都能够露宿在野外过日子，那个身叫金刚不坏身啊。我们现在要学他，晚上到树下去坐一晚上，第二天就家护病房了，体力不许苦啊，做不到啊，不能学啊。那怎么办？我年轻的时候想到啊，住小帐篷。学校念书的时候，童子军帐篷。啊，那个小帐篷可以遮蔽风雨。啊，还可以。常住，养成习惯了，能适应的，身体一定能健康。我们相信有三宝威神加持啊，问题是你又有真心真正发愿得佛力加持啊，这个样过这样的生活，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啊，出力的心很强啊，念念呢都想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就是道心强啊，啊，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念头全没有了。我们跟世间人走两条路，他们走六道轮回，我们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十八庄严土，若一佛念佛，烈烈分明，贤诸祖唯此一念，无第二念。不为贪嗔烦恼诸念所杂乱，这四一心，四上即得了，理上为持。这是得念佛三昧。没开悟，说若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于自本性豁然契合，了知能念所念为是一心，不住有念，不落无念。这是什么？这从念佛三昧上开悟。开悟是理性的。开悟必定通过四义心。四义心之念佛三昧。无义理义心是开悟。开悟就是见性了。所以我看海贤法师的观点，我的判断，他具足念佛的条件，就是老实听话正干，而且是真精进，从20岁接受老师的教诲，到112岁，92年不间断，功夫一天一天的向上提升，念到功夫成片，3年他就得到了，这是一般讲法。3年能得功夫成片，他就能往生。还有寿命可以不要了。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带他往生？有能力往生，就一定见佛。念佛3年，他有资格见佛了。众生有感，佛就现行，感应到就。这个不是在佛那一边，在自己这边。我想见就见到。你想见见不到，是你是用妄心，用真心就见到。也不是纯正，我们常讲的真诚、清净、恭敬，有这三个心，就能见到佛。那见不到呢？见不到这3种心呢，分数不够。如果只有30分，不能感应。如果有70-80分，肯定有感应，全操在自己，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我们感了，自自然然的应了。阿弥陀佛在哪里？没有离开我们，化身佛。
化身弥陀是常寂光，遍一切处一切时，我们都在他光中。就是我们心真诚不够，清净不够，恭敬不够，所以没有感，他就没有因。如果有感，分数够了，肯定就见佛。见佛的时候就是面对面谈话了，佛一定会告诉你，你还有多久寿命，一定会讲，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等于来给你受记，你晓得什么时候走。但是你如果要去，我寿命不要了，马上就带你走。带你走一定留几天，为什么呢？提升你的功德，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别人知道呢，真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就是功德。你让很多人生起信心，你让很多人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功德。如果当时带你走了，这个功德你就没办法得到了。佛慈悲也，通常会给你三四天。让你去宣扬，尤其你没有生病，身体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哪有这种事情。到时候真让你看到，这才佩服，这才知道不是假的。那么更进一步就开悟。根性立地，根性立顿与识字不识字，有没有学经教没关系，这一定要知道。海贤老和尚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老实念佛，我们这经上所讲的理事他全做到了。所以我们的判断，三年，20岁到23岁得功夫成品，再三年得一心不乱四一心，再三年，换一句话，他应该30到40之间他就念到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要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他可以实现佛身而为众生说法，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要是活在中国唐朝时代、隋唐时代，他可以祖师的身份出现。那个时候，中国佛教是最盛的一个时代。今天佛教衰微，社会大众都认为是迷信。所以他实现一个老实念佛。一生什么身份？农夫的身份。种田的。
啊，也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物，待人接物，表演大乘佛法理事相应，理事宝儿啊，演出三福六合，演出三学六波罗蜜，演出普贤十大愿望。啊，最后拿到书照相，那是演出六合经。是出是法，何为贵也？家和万事兴啊！不和就要崩溃啊！同归于尽，必须要和睦。啊，最后表法劝导僧团，劝导社会，劝导国家，统统要和。啊，人民和睦，国家兴旺，长治久安。啊，家庭和睦，这个家一定兴旺。啊，公司行号，老板员工和睦，啊，这个企业一定成长，一定兴旺，啊，世界各国各族群各宗教和睦，天下太平，地球上出现盛世，啊，你细细观察这个老人，他不要这些法。啊，他说他什么都知道，我相信大彻大悟哪有不知道的。啊，所以他的心清净，不住有念，不落无念，佛号不间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到这个境界。如苏超云，若言其有，则能念之心本体自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啊，若言其无呢，则能念之心灵灵不昧，所念之佛呢，历历分明。啊，我们今天用海贤老和尚所表现的这个境界，啊，跟经上相应的，无念而念，念而无念。言思路去，不可名状啊！这就是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也没有办法能说得出来。啊，唯是一心清净本然，自信的离体，他见到了。啊，更有何法而得杂乱？
是名礼业心，说慧门时见的定故，啊，一定有定，定才开智慧。啊，念佛若达离业心，这个时候破一分无明，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啊，起心动念一般人做不到。啊，这个境界见到了。见到什么？微细的念头。用什么见到？定空。甚深的禅定。啊，见到。大乘经教上常说的八地以上。啊，也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大彻大悟。不是一般的觉，八地以上的觉。啊，他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我们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啊，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科学家称这三个业相能量，转向是信息，科学家信息，境界相是物质现象。啊，这个三种现象啊，科学家看到了。啊，那么在八地菩萨也见到，比科学家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啊，破无明才能见到，生十报庄严土，同时分证常寂光净土，没有完全证的常寂光，所以分证啊，分有少分，有多分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常寂光净土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住在常寂光，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我常常讲的常寂光习气没断，啊，这个无始无明，无明断了，无明习气没断，习气很难断，没有方法断。必须长时间它自自然然就消失了。啊，要多长时间？三个阿僧祇劫。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说的。我们相信在极乐世界一定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大幅度的把时间缩短了。啊，所以他从分证常寂光，最后他入其如常寂光，啊，契入常寂光就是真的妙觉果位，圆满成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